老子老当益州赞多佛，南无阿弥陀佛，诸光佛，南无无量相光明佛，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妙音菩萨，南无无边圣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现为我正中等愿，过去一起一切善业现前所及一切善业，乃至未来当期一切善业，若多若少若轻若重，悉会是四圣六道一切众生，令诸众生皆得道，心不相而身不相，三有同共回向无上菩提，有愿一切众生所起善业，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个个回向不相而身不相，三有同共回向无上菩提，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遇，发菩提心经发大誓愿经发回向心经广大如发心，就进入虚空去来现在，一切诸佛诸大菩萨一切现身，皆为成名从不自称，定力三宝中等发心发愿，其实一必其用无量，从不自信我的头地奉为国王的作佛魔十章理解情愿，一切眷属善恶之事诸天诸仙护持死亡诸三法守护持咒无妨，龙王龙神八部一切灵气，过去现在穷未来及一切缘尽岂非缘尽，死生六道一切众生归依世间大慈悲佛。南无弥勒佛，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四字相佛，南无大家南无波俱坚诸佛，南无古印光佛，南无日月音佛，南无超出众化，南无释灯明佛，南无修多依宁佛，南无宝轮佛，
南无净觉佛，南无无量宝华明佛，南无须弥菩佛，南无宝莲华佛，南无一切众宝菩提佛，南无法轮众宝菩提光明佛，南无数王风藏佛，南无围绕特尊的经佛，南无九勾光佛，南无摩日光佛。长跪，如佛经历过去，我所解诸佛大事，还得如来经历无量无边际虚空界，无生法身菩萨经历无量无边际虚空界，无漏色身菩萨经历无量无边际虚空界，发心菩萨经历心正法门，大势菩萨经历心相法龙树，大势菩萨经历十方净虚空界，无边身菩萨经历十方净虚空界，救苦观世音菩萨赞佛咒愿，大神世尊巍巍堂堂，神智妙大众生中王，行遍六道第三十方，定柔吉祥相诸日光，面如满月，妙色金装，仪容定德，心智安详，为正大千军莫惊慌，三大洞照众邪千藏，见恶必究，疾苦为量度，生死安危心周好苦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作善事，世间皆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度人无量，八生死苦一次，八心功德因缘扬缘，当今皇帝陛下，皇太子殿下，诸王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王身为法如萨陀婆罗那悲灭罪，如虚空藏能愿听法如琉璃光，三界难法如无垢藏，有缘众等所生佛母，理解情愿，从今日去至于道场，三心空界如我变身，居士功德如高贵，德王闻法欢喜，犹如为神利用梦入大师之，有缘我等和尚阿舍利同学眷属上中下座，一切知识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可得无为如是之王，影响大话犹如宝鸡，闻声疾苦如观世音，善能自闻如大迦舍，有缘我等出家在说行事，但也善恶知识各及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上，皆诸为恶有若九多相貌端严，犹如文殊能舍业障，如其应该舍罪后功等于成多，有缘诸天诸见无始死亡，聪明正知天地虚空诸三法，守护
佛持咒无方龙王龙神八波有显灵七个集全书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大慈佛佛如阿弥陀经净护法如波修习愿真独诵犹如普贤为法分身犹如药王有愿释放一切愿经即非愿经四神六道一切众生各集全书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心无外然如离与女微妙巧说如圣满夫人能心静静若释迦文所有三愿等无量寿所有微尘如诸天王不可思议如为摩诘一切功德可成就无上佛陀悉庄严扬愿十方尽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诸大菩萨一切先生以慈悲心同加舍受救护成皆所愿圆满信心坚固得业日愿至于世生等于一直定作众生的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十受修禅三愿光毕一念见佛皆如圣满一切恒愿毕竟成就等于如来具等正觉慈悲道场禅法卷地而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阿拉地毗地尼地摩诃切地真灵切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阿拉地毗地尼地摩诃切地真灵切地萨婆诃离婆离婆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阿拉地毗地尼地摩诃切地真灵切地萨婆诃菩提心起智慧从光相成念念遍诸法究竟觉苍凉无体投降回向中中王那么离过地菩萨摩诃萨那么离过地菩萨摩诃萨那么离过地菩萨摩诃萨出禅万德庄严之妙体威力都衰将皇宫白服相好之此尊不弃蜀王而生道理唯愿绝望最迟怜悯太狂极八之逆之成六八言圆明见凡心之恳切常来奉为求禅参加一览三星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曰报恩法会中等修从慈悲道场禅法经当第二卷功德将往内经中出三如三
勤道勤劳孝向三化奉亲之德兰江而君之功勋作之而师之会下以正之内佛陀达摩僧伽三界之中天仙地气水佛先生欢喜之心自头成之之心一直之悲哀满而言之不会出生供奉为求禅参加一览三心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月报恩法会中等虚空三业增长而言复愿十丈离丈一笑容人空法空而清净道而心不住定慧而中庄严如不二字法门真正常之妙理普藏恩有八戒缘心活人法之良功得无生之恩而会圆明而恒圆满悠悠于法海慈航常遥于萨婆若国随则一问忏悔有空未尽前尘在老尽中痛求忏悔两皇禅儿见功德力圆灭心人王者而与对一切我
大众向上礼佛三问讯，一问讯，来，再问讯，起来，三问讯，来。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 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八戒离欲求出离，末法慈悲方便门。众等发心求境界，种植出世解脱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药师经祈福法会，恭请上果下慈法师传授及圆通寺僧团领动。日期10月2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30开始，下午攻读药师经暨佛法开示，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药师宝忏除罪障，放生福寿广增延。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30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诸佛悯念诸众生，宣说慈悲水忏法，三昧法水洗尘垢，累世冤业皆消除。2021年10月1日，适逢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别恭请果慈法师及圆通寺僧众带领大众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法会。法会开始，由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吴秀慧执行长等众代表恭敬地迎请果慈法师主法。慈悲三昧水忏说明各种罪过可能发生的果报，更揭示众生罪业产生的原因，其实众生不再造作种种的业因。此忏法盛行千年不退，各地僧俗无不广为熏修礼忏，或自修忏悔，或用以共修，超见累世冤亲眷属，是汉传佛教重视的一部忏法。果慈法师在开示中表示，感恩今天殊胜的因缘，让大家共聚一堂礼拜三昧水忏，同时勉励大众该如何用功与精进。今天我们有这么殊胜的因缘，大家共聚一堂来这里拜三昧水忏，在拜忏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把这个水忏的因缘以及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如何的用功啊，先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啊。希望今天我们三场啊，上卷、中卷、下卷三场的拜忏，在之前我都希望能够利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来跟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概要的一个说明，让你知道我们应该为什么要拜忏，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德，让你能够在修行的菩提道路上你能够比较顺利啊。这是啊，在这里要先跟大家报告，下午大众持续礼拜三昧水忏圆满之际，接着进行蒙山施食，祈愿今日虔诚礼拜，众等皆能发起真诚的清净心，以三昧法水洗去我们累劫的尘垢，更由衷一派透过慈悲三昧水忏的礼拜，恳请十方诸佛一切行圣为我们洗心革面做垂鉴，透过诚心的忏悔洁净身心，消灾灭罪，得入妙庄严海。佛教慈悲置业宜兰采访报道。一年夏天，一个修行僧和一位在家众同在一座山里隐居修道。一天，修行僧问他：你这样辛苦修行，为的是什么呢？在家众得意洋洋地回答：告诉你吧，我苦修的目的是想来世投生当国王。修行僧听了，知道他还不能放下执念，却不马上对他解释。他想，我现在对他说，他一定听不进去，要等到适当的时机对他说法才有用。不久，在家中病倒了，医生诊视说他没什么病，只是长期缺乏营养，身体非常虚弱，只要吃些肉补一补身子，病自然就会好的。于是在家众向修行僧哀求：我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请你帮帮忙，去趟施主家帮我要些肉来好吗？听到恳求，修行僧想，现在正是教化的时候了。于是修行僧要来一头羊，绑他绑在树上，然后走进屋里对在家众说：你要的东西我帮你带回来了，你要好好吃一顿，赶快恢复精力。肉在哪？在家中问。在你屋外的那棵树上。修行僧回答。在家中拖着虚弱的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屋外，看见树上绑着一头羊，他生气地说：是要我杀羊吃肉吗？告诉你，无论我病得多重，也不会干杀生这种违反戒律的事。修行僧一听，慢慢地对他说：你现在怜悯一头羊，不想伤害它，却希望将来自己可以当国王。你当了国王之后，高高在上，有奴仆为你杀害无数的牛、羊、鸡、狗和野兽，让你百吃不厌，你一生气还会砍下人的头，斩断人的手脚，挖去人的眼睛。你如果真有慈悲心，不会觉得这样太荒唐吗？在家中听完修行僧的话，沉默半晌，答不出话来，一会儿才慢慢抬头说：多谢你费了这么多苦心引导我步入正道，我会听从你的指点，不再梦想当国王。从此，修行僧和在家众成了一对很好的道友，互相扶持，精进修行。Thank you.
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首先要感谢我们色拉前 Ken 仁波切再来加持法会。刚刚我来的时候塞车，我也看到外面车很多，就代表今天人很多啊。那我想每个人来都存了一个很好的心态，起码想要为自己的父母祖先做一点功德来孝顺报恩，也因为这样子的好心，世界就会改变啊！所以佛陀说世界为心造啊！所以进一步我们也学习了佛陀的平等大悲心。那佛陀说什么呢？你要对你父母对你的家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平等心去对待其他的生命，这最简单的方法。所以我们用这种平等悲心对待这些鱼，对待这些可怜的，刚刚各位做甘露施食布施给这些孤魂野鬼，事实上那我们的父母就会得到长寿健康，我们的祖先就可以脱离痛苦升天。所以希望这个精神能够永远放在我们心里而传播下去。释迦牟尼佛讲空性，他最主要讲什么？念下来，众生平等，一切平等，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学的。所有众生都有分别啊，狮子爱狮子，他不会去爱老虎啊，同一类的就会在一起，就像这些鱼一样，这些鲳鱼它不可能一尾，一尾它就不能活，它觉得它孤独，它们一定要整群群游似的游来游去，它才有安全感啊！但是一只鲳鱼不会跟龙虾在一起啊！这个就是因为有分别了。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开始学佛了，那佛陀要我们以对待自己父母以及最爱人的方法去爱所有生命。所以愿各位从今天开始，所谓三宝弟子他的特色是什么？念下来，守护所有生命。那各位希望能够做一个决心，所谓三宝弟子他守护蚂蚁啊，他守护鱼，他守护一个穷人，甚至他守护一个坏人。那这是我们必须从生活上去实践的。当然千万不要佛教徒只喜欢佛教徒啊！那只要任何人有信仰，我们都希望他达到他快乐的目的。所以做一个佛教徒也不应该只把功德回向给自己或自己的父母，我们要把功德念下来回向众生，所有世界。我想住在新加坡的人
就有一点比较骄傲一点，因为我们新加坡比较好啊，管理得很好啊，政府很努力，什么都要管啊，但是政府很努力的，但是我们希望世界各地都像新加坡一样，哎，大家过得很平安啊，大家有各种的福利，要这样来祈愿。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现在自己的好，那就有点像天道的骄傲，我比较好，我比如白白，你嘿嘿。我到新加坡来唯一的不舒服是什么呢？我每次在路上坐车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工人坐的都是没冷气的货车，他们就坐在后面，很无奈啊。但是一般的人呢，坐在冷气车里面啊。当然这没办法，各有各的因缘，但是对我们一个修平等心的人来讲，就内心不舒服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善根，就是说念一下不忍众生苦啊，不忍众生苦，这是一个善根，这就是我们过去是修的善根啊。看到老人你心里不舒服，看到病人不舒服啊，看到穷人很难过，真想把口袋的钱全部掏给他，你已经快修成功了。你看到穷人看一看，你能抓了一把钞票，赶快拿一块的100块收起来，这还没有平等，至少你还有假装爱心而已啊。如果那个穷人是你的爸爸，你不是把100块收起来，而是全部给他，这样啊，代表你开始有不忍众生苦的习惯性。事实上，你全部掏出去的时候，那你得到更多。刚刚我们开车经过私人飞机场，你就是那个主人了。一个人为什么莫名其妙有私人飞机赚这么多钱？因为他有那个不忍众生苦而布施的习惯，他没想到自己了，所以奇怪他赚钱就比别人快一点。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啊，一定要赚这么多钱，不然我们哪有私人放生渔港呢？我们来这边还要租呢，不小心还要被黑了给闹啊，做烟供不行呢啊，不像我们去胡老板那边那么有福报呢，随便你做。哇，昨天烧那个王船，哇，烧到我们战信说，师傅我不是被冤心的，我是感动哭了，我们加拿大没看过来啊，哇，一定有很多众生做了这个法船超度了，这样啊啊，我想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孤魂野鬼有钱有船有珠宝，他们就高兴嘛。那上面写的是慈航普渡，甘露充满啊，他们就会按照这种心愿得到甘露，往生净土啊。所以我想，世间人在烧金钱银钱，我们也不要太反对啊，我们就转化它吧啊，我们就用一种好的念头，愿大家发财，烧的人更发财啊，得到财产的人赶快去极乐，那最快乐，那就转念。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刚刚我带仁波切去看鱼哦，我跟他讲说一只才2块美金，他眼睛都瞪大大的啊，哇，吃掉啊，那不可能的，这么漂亮的鱼可以吃掉吗啊？但是各位，在我们无名贪爱的时候，调查一下吃过鱼的请举手，全部都举算了，听不懂了就算了啊，那个就是无名，呵呵，居然把鱼当作食物啊，居然把动物父母当作食物，然后再捡一捡哪里好吃，这样，妈我喜欢吃鱼肚，爸我喜欢吃鱼背啊，这样啊，还有人喜欢挖鱼眼睛啊，那个就是我们没有佛性了，那时候没有平等心了。所以各位要经常来放生，为什么？念一下，培养慈悲，长养慈悲心啊！所以地藏王菩萨希望我们多接近他，多接近这些可怜的老人、贫穷人，多接近这些可怜的物命，多接近这些孤魂野鬼，好不好啊？你不要怕他，
怕鬼的自己就是鬼，鬼怕鬼。因为你有这种贪欲啊，你有这种分别，你就会怕他。你没有贪嗔痴平等，你怎么会怕他？各位记住这个道理啊！你有空性，看众生都是佛性，这样而已。啊，你有分别相，哦，我是女人，所以我喜欢看男人；我是男人，我喜欢看女人。那你就会有痛苦。所以痛苦不是外面有男人女人，痛苦是你内心里面有分别、有烦恼、有贪嗔痴。所以我想，我们超度也好，放生也好，我们就是发出了一个慈悲心，想要帮助众生。但是既然你想要帮助众生呢、啊，那各位你一定要先帮助自己啊！佛教讲了福慧双修，你一定要认真的净化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内心的极静。所以我们大乘四法经告诉我们，宁舍生命不离极静处啊！我宁可死了，我绝对不让我的内心起心动念。肉体死了可以再来，但是内心起心动念了、啊、那是一种痛苦的轮回啊。那你内心极静了，那你对外在的世界就有能力帮助他。就像各位在穿针啊，那个针孔很小啊，像你老花眼已经不知道了啊。但是你内心很极静很专心，那个针孔你可以穿过去。所以那七月份普渡啊，念下来普遍超度，无有分别，大慈大悲。那你要大慈大悲，首先你要无有分别，普就是平等，平等。你要对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状况都能够平等的接受。各位，健康好不好？癌症好不好？对对对对，平等啊！结婚好不好？你要说好了。离婚好不好？好。管他呢，随缘。因为我没有结婚，我怎么会修行呢？对我来讲，我没有结婚，我就不知道修行的重要；我没有生小孩，我就不知道爱的重要。啊，你没有生病，也不知道健康的重要。啊，那对我们来讲，是利用这些不一样的因缘来净化自己的心。心有分别，世界就有状况；心平静，世界就平静了。啊，心清净，众生也清净了。哦，如果你生个儿子很不孝顺，那是你的基因吧，你的心态造成的吧。啊，所以万法唯心造，所以依报随着正报，那你的心态、你的身体，心清净，身体也容易清净吧。所以我经常观察生病的人，当然也可以讲出很多理由啊，业障啊，哪里哪里啊，但是佛说因论因，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那个根源，发心动机。啊，你的心态造成你的烦恼，烦恼造成那个习惯或业，所以有这个病或有这个轮回这样。当然你可以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修，但是要就近的，这佛法跟其他不一样的，就近就从内心里面开始修。所以世间有很多地方叫太平，太平啊。这个太平就是心平了，世界才会平。所以我想，那我们今天为了要来帮助这些鱼，这些鱼还是少数。你想，当愿所有海鲜水族众生安享天年，得生净土，死亡者离苦得乐，消冤解结，同生净土。那希望各位用这种心态来放生啊，不是放鱼而已啊，要放猪，要放牛，要解放蚂蚁，要帮助地狱道、恶鬼道，存了这种心态，这个叫大悲平等心。但是讲到这边，我很担心各位的大悲平等心不见了。什么时候会不见你知道吗？当你吃肉的时候啊，吃肉的时候慈悲种子都没有了，慈悲心不见了。所以希望大家，期望大家，弥勒菩萨说他成佛所定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不吃肉，好不好？太好了。但是这还是外表而已啊，
真正的不杀生是什么？你的内心里面没有贪嗔痴，因为你一起贪嗔痴，众生就会受害，自己也会害自己。所以你证的空性的时候，在解脱道说，你证的阿罗汉的时候叫无生呢、啊，不起心动念，也不可能伤害其他众生呢、啊。不但不伤害其他众生，这个世界会因为你而改变呢、啊。所以一个不生气的人走到一个吵架的地方，那个生气就不见了，对方就不吵架了。一个断除欲望的人走到有欲望的地方的时候，那边人都不起欲望了。哦，原来我们的心态可以影响世界，这就是佛陀讲的最重要的。念一下缘起性空，这个缘起是性空，就是没有单独个体的存在，一切的存在都在被摄，互相影响，互相依赖啊，所以我们随时在影响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清净的念地藏经，大家来慈悲超度放生，那会不会影响爸爸妈妈？会啊。啊，会不会影响祖先？会啊。会不会影响你的业障？会消业障。思维空性就是平等，最容易消业障。那如果我们没办法思维空性，那我们直接读诵经典，因为经典就诠释了空性跟悲心的道理。乃至我们去实践经典，那就是直接大家去普度啦，去慈悲啦，然后呢去孝顺那些可怜的老人啊，贫穷人啊，那这些呢用行动去实践空性，那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所以再念一下，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所以我想各位这么努力的念经啊，我的意思是说，念一下，先超度自己啊，你能够先净化自己，那你就可以扩大对世界的关怀，产生力量。就像我常比喻的，地上的石头一大堆没人捡，突然有一颗钻戒，大家都冲过去了。所以你把你自己由石头变成钻戒，那你自然反光，你不用点灯哦，外面点灯这个光都融射到这个钻戒来，所以十方诸佛的力量都会融到你这颗钻戒来。所以一个人发起了空性大悲心的时候，十方诸佛的力量都在你身上了，要透过你无量光无量寿反射出去的。这个叫什么？念一下，一心念佛，好吧，就是要很专心的空性悲心的念着阿弥陀佛，念着地藏王菩萨，那你这颗大钻戒就放光了，你不用找人家，大家都喜欢投射在这个光里面来，所有植物都会朝着光过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哇，成为调御丈夫啊，成为世尊啊，无上士啊，因为他可以普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很喜欢把佛像漆成黄金的啦，用水晶的啦，来表达他内心的光。所以念一下，自己亮起来，世界就亮起来啊！所以你要自己改变。所以各位，等一下我们过去那边之前发个愿，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吃鱼了。然后呢，那些鱼桶放在你手上，它就会乖乖，不然它会一给你甩水，啪啪啪啪，你要吃我，赶快赶快，吓坏了。哎呀，那鱼拿到一个杀手的手上，不吓坏了。所以最毒的龙，最毒的眼镜蛇，都要来做慈悲的护法，做佛陀的护法，做龙树菩萨的护法啊！因为他有一个无贪嗔痴的极静的心态。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原则，希望这个月有30天，现在过了第4天了，各位再利用这20几天超度自己，好不好？爱生气的举手，老实一点，真的新加坡都不发飙的啊，就这几个吗？哦，连举手都不好意思，你看看嘛，啊，所以你要把它断除掉啊，断除掉啊，啊，不然你走过去再一碰，又跳起来了，吓坏了，啊，嗡啊吽，嗡啊吽，我要超度你，鬼鬼说你拜托，他跑掉了。你要把我杀了，因为你有一个嗔恨心，
鬼有他心通哦，鬼有简单的宿命通哦，啊，不是你骗得了他的，你外表这辈子男人，下辈子女人，这个鬼还是找你呢，因为冤亲债主，他可以讨你几百辈子，啊，因为他记得你的心态，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了，他就会被你感动，所以这个叫业感，你起什么心态来什么鬼，这样了解吗？啊，你起慈悲心来的是佛菩萨护法神，你起嗔恨心来的是魔鬼，所以一心造十法界，那你的心态要保持那种平等大悲心啊，为众生，所以各位等一下拿着鱼拿起来，我爱你直到你成佛，好不好啊？千万不要放放放，哎呦明天我吃鱼哦，啊，那你这样就像破掉的碗啊，啊，你虽然修了一点放生的福报，那你吃，那这个功德又不见了。所以两个都要做，消极的我不杀你不吃你，积极的我还在救你，而且不是救这只鱼今天的命，念一下，直至他成佛，我愿乃尽，好不好？你要发这个愿，你等一下走过去发这个愿。你的历代祖先马上升天超度，光荣的不得了。哎呀，我有个好孙子啊，靠着他我们来了，到了净土来了。啊，这不是钱，这是心态。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活了蛮久了，赚了一些钱，结婚了，生小孩了。很可惜了，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人的佛性本性离自己越来越远，因为我们往外追求啊。啊，那现在我们透过放生，透过超度，透过忏悔，透过念佛，各种修行，你讲找到自己，回家了，好不好啊？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早一点来出家吧，啊，回到佛陀的家吧，啊，意思是说，那佛陀在哪里？在你内心里面，啊，佛性本具足，一点都没有缺少，再繁不减，再盛不增。请问那些鱼有没有佛性？有，所以你用佛性尊重它，这只鱼就被你感动，它也会成佛的。今天有人拿刀子要杀你，你把它当作佛，没关系，你杀我，我愿你成佛，它就会变佛，它被你感动了，啊。所以佛陀累是感动了那些杀他的国王，吃他的魔鬼啊，啊，那些大海神都被佛陀感动了。所以佛陀有一次坐一艘船出去，结果他拿了别人的珠宝，不小心掉到大海里面。掉到大海里面以后，然后那个时候菩萨就拿一碗瓢一直捞海水，然后大家笨啊，海水，海水这么大，你捞得起来吗？那大家都笑他愚痴，但是他还继续捞，海神就跑出来，你要捞到什么时候？捞到我死，捞到大海水都尽，我就可以找到那个珠宝。哎呀，海神被他感动，我没有看过这种人呢、啊，这么精进，海神主动把那个宝，还把其他的宝顺便交给他，我交给你这个精进的人，因为呢，你讲永不退转，永不放弃，永不舍弃众生，永不起嗔恚心，永不起贪欲心，不要谈恋爱了，就这个意思。啊，你要有这种决心，我不再吃肉了，我不再伤害对方了，啊，我也不再利用对方了。欲望是一种伤害对方，是一种杀生，啊。一个女孩子本来要来出家，你去谈她，帮她谈恋爱，她就跟你跑了。你以为你得到了，你伤害她的法身慧命，她本来可以出家的。所以我们三四十个小沙弥，到这几年来了，十几年，剩下两个，其他都拜观音菩萨去了，跟女人跑了。啊，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就会觉得女人比佛陀还美哦。他们不是主动的，他们大部分都是被师父送你一个手机，然后再传简讯给你，然后就把他师父再见，哎呀，我
啊，我跟你讲，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啊，没办法。所以各位，贪心是不是害人啊？贪心就是害人，杀掉他的佛性，让他不能成佛。所以我们讲不杀生，不杀生的究竟来讲，就是你不能有贪嗔痴慢疑，你要有这个空性，放出去的心，我有什么心？来，大悲心、菩提心、忍辱心，只有这个啊，不能有负面的心态，要有正面的心态。所以，如果各位喜欢你的功德大一点，那你就要有这个心态，那你的力量就很大。所以昨天交代各位，七月份不要起坏心，不要吃肉，多做好事啊，这样的状况，你的冤亲债主就超度了，因为你的力量就很大啊。所以动机决定功德，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少钱能够买所有的鱼，根本没办法。但是心才是我们永恒的财富啊！用我们的慈悲心、善良的心，然后让你走到哪里，别人都很喜欢你。所以佛陀为什么说持戒的功德大过于布施？你今天不杀生了，所有人看到你，动物看到你都高兴啊。我今天不贪心了，哎呀，所有人都喜欢找你做会计啊，钱放在你那边啊，跟你在一起啊。所以我师父常给我们出家人说，你愿意做一个出家人，你一定要从内心里面断除这个贪嗔痴，让你成为一个有人缘有鬼缘的人啊。念一下结孤魂缘，结众生缘啊，那你才可以度他。如果你不跟他有缘，你念阿弥陀佛他也不想听啊，听了好讨厌啊。啊，那你的人格可以感动他，你的心态可以感化他，那你讲什么都对，就像我们被佛陀感动一样，佛陀不会害我们，佛陀爱我们，所以我们相信佛陀所讲的话。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佛陀，但是从佛陀的故事经典让我们了解了佛陀，所以我们愿意用生命皈依佛陀，将来帮助众生。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南无圣宝藏，尊圣宝床如来。南无圣宝藏，尊圣宝床如来。南无圣宝藏，尊圣宝床如来。念诵一遍，能消除其成牛马等罪障，亦能积集无量无数福德资粮。